于来咏春，其经一年有半，在去夏时，王孟醒居士来信，韦衍逆携林子坚居士等将来普济寺，请于讲经。七十余曾赴一函，是秋凉后，即入曾讲《金刚经》大义三日。即秋七月，余以眼观习禅，乃不果往。日着孟醒居士及诸仁者入山相访，应与小住寺院。今日是逢地藏菩萨圣诞，故承此圣缘，唯讲净宗道侣坚持诵地藏经要旨，以资纪念啊。你们前面把这个讲这段的因缘啊说了一下。净宗道侣修持之法，故以净土三经为要啊为主。三经之外，是以兼诵地藏经以为助行。因地藏菩萨与此土众生有大因缘，而地藏本愿经优于吾等常人之根器，身相契合，故经普劝净宗道侣应坚持诵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仅述旨去于下，以备净宗道侣采择焉。啊，这个这段呢说学净土法门啊，主要的依据就是净土三经啊。但是呢，弘一大师认为净土三经之外呢，可以把地藏经作为助行啊，修净土的助行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一句话是关键啊，就是说因为地藏菩萨与此土众生有大因缘，这是关键一句啊，这是关键一句啊。而地藏本愿经呢，优与吾等常人之根器身相契合啊，这是第二句啊，就是地藏经和我们的根器是对等的，这是弘一大师的认为啊。弘一啊，第一呢，地藏菩萨和我们有大因缘；第二呢，我们和地藏经这个根器最契合啊，叫身相契合。这是弘一大师讲为什么建议净宗啊道侣坚持地藏经的两个大原因啊，大原因啊。经常我们也有很多同学就问啊，咱念阿弥陀佛就完了啊，为啥还老念这个地藏经呢？啊，弘一大师在这儿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净土之于地藏，自昔以来因缘最深，而我八祖莲池大师撰地藏本愿经序，劝赞流通，当代我九祖偶遇大师一生奉侍地藏菩萨，赞叹弘扬毅力，居九华山甚久，自称为地藏之孤城，并进行行礼地藏忏仪，常持地藏真言，以忏除业障，求生极乐。又当代净土尊泰斗印光法师于地藏本愿经优净力弘扬流布，刊印数万册，令敬业学者至心读诵，依教行持，经者切尊净宗诸祖之成规，普劝同人兼修并习，甚缘集合，盖非偶然啊。这地藏经和净土的缘分太深了啊，净土诸祖啊，举的第八祖九祖啊，以及印光大师都是反复的劝大家啊，学地藏经，流通地藏经，而且呢，啊，偶遇大师呢，干脆就住在九华山了，啊，干脆住在地藏菩萨边上，啊，用请礼地藏禅仪，
常持地藏真言，以忏除业障，求生净土。啊，干脆就是直接说清楚了啊，就说，过去我们净土的祖师啊，就是修地藏菩萨，修地藏经，忏除业障，消除业障，最后念佛往生的啊，直接就说清楚，说明白了。二，地藏法门以三经为主，三经者地藏菩萨本愿经、地藏菩萨十轮经、地藏菩萨旃察善恶业报经。本愿经中虽未显说往生净土之意，然其他二经则兼有之。十轮经云，当生净佛国，导师之所居啊，这地藏十轮经说了。旃察经云，若人欲生他方现在净国者，应当随彼世界佛之名字，专意诵念，一心不乱，如上观察者，决定得生彼佛净土净国。所以我莲宗九祖偶遇大师礼地藏菩萨旃察忏时，发愿文云：舍生他世，身在佛前，面奉弥陀，立誓诸佛，亲蒙受记，回入成牢，普惠穷迷，同归密藏。由是以观地藏法门是与净宗关系甚深，其为殊途同归，仰意发趣一致啊。这第二说的啥意思呢？啊，就说地藏法门啊，一般指的三部经啊，地藏本愿经、地藏十轮经、旃察经啊。地藏经虽然没说这个生净土的意，但是其他两部说了啊，其他两部说得很清楚啊。修啊这个地藏法门的最后到哪儿呢？生净佛国啊，当生净佛国，导师之所居啊。旃察经也说了，如果人嘛谁想生到哪一个佛国，清净佛国都可以的啊，不是光西方极乐世界，到哪个佛国都可以啊。应该怎么样呢？专念彼佛国的佛名，一心不乱，最后一定都能去啊，不光是极乐世界。而且九祖这个偶遇大师还说得很清楚啊，他发愿文啊更清楚直截了当了啊，说我现在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为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是因为还要回来这个世界啊，学地藏菩萨，帮地藏菩萨的忙，教化现在这些恶处众生啊，直截了当说得很清楚啊。所以这里边弘一大师说，净地藏法门和净宗关系太深了啊，不是说殊途同归的问题，而是说呢这两个啊这个出发点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啊。这里边说了个根本的问题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佛从佛法根本来讲呢，净慧是不二的啊。我们现在是活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叫五浊恶世啊，这是秽土啊，有恶浊的东西，有不好的东西啊。我们想离开这个恶浊的地方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一个净土啊，净土，这是对我们凡夫来说的。但是呢从根本来说，对佛来说呢，没有净秽不净秽的问题啊，没有净土和秽土的问题，都一样啊，都一样啊。净秽呢都是我们自己造作，自己啊表现啊产生出来的，实际本来没有净秽，这都是自己啊造作了以后显现出来，都是虚幻的啊，虚幻的，本来没有净秽啊，所以是这样的。
所以我们学这个地藏经，地藏经专门对治的什么呢？啊，浊恶浊众生啊，专门对治的是恶浊世界的这些众生现象。目的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众生呢离苦得乐，最终啊离开，回到离开这个秽土，到了净土，最后彻底明白净秽不二的原理啊，净秽没有区别，都是自己造作的啊。地藏经讲的是这个东西，所以从根本来说，地藏经和净土三经讲的都是一码事儿啊，一个呢是基础起点啊，一个呢终点目标。最终我们如果成佛了，地藏经和净土三经是一部经，不是两部经啊，是一部经不是两部经啊，是一码事儿啊。而且所有往生净土的祖师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成就了再回到这个秽土，再救度这些众生到净土，到了净土随佛学习，彻悟净秽不二的原理啊，没有净没有秽的问题啊。就这一段就讲了这么一个东西啊，就讲了这么个东西。三观无量寿佛经，以修三福为敬业正因。三福之首曰孝养父母，而地藏本愿经中备承地藏菩萨述事孝母之因缘，故古德称地藏经为佛门之孝经，良有一也。凡我同人应常读诵地藏本愿经，以服观经孝养之旨，并依教力行，特从孝道，以备亲恩而修圣福啊。这说得很清楚啊，就说净土三经里边提出来啊，要想往生净土必须修净业三福，而净业三福的内容正好和地藏经的内容完全一致啊，可以说按地藏法门修，按地藏经来修，就是对净业三福的落实啊，一模一样，一码事儿，不是两码事儿。四当代印光法师教人持佛名号求生西方者，必先劝信因果报应，作莫作众善奉行，然后乃云藏佛慈力待业往生。而地藏本愿经中广明因果报应，至为详尽。凡我同人常应读诵地藏本愿经，依教奉行，以资敬业。倘未能深信因果报应，不在伦常道德上切实注意，则其经深悉未能养益三途有份。经者切本思义，普劝修经业者必须深信因果，常检点平时所作所为之事，真诚忏悔，努力改过，复进而修持五戒十善等，以为念佛之助行，而作身息之自量呀。啊，这第四条说得更清楚了啊。因为印光大师教人念佛先干什么呢？深信因果，诸恶莫作啊，深信因果报应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然后念佛往生，就这么简单啊。这就是印光大师劝人修持的方法。而地藏经呢讲的就是深信因果，作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是这个东西啊。所以说啊，依地藏经来修，在家念佛，这个和印光大师所讲一模一样啊，一模一样啊。这里边有个重点
弘一大师说了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深信因果报应啊，不在伦常道德上注意，就是这个我们平时你看现在咱还有伦常道德，哎呀这个有点少了啊，不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啊，这个印光大师说，你别说生西方没不可能，恐怕呀得到堕落三途呀啊，这是弘一大师反复说的事情，不是说我们念佛就完事儿了啊，念佛是后边的，前面说了啊，印光大师弘一大师都反复说一定要深信因果报应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然后才念佛往生。如果说我们不注意因果报应，不实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后果是什么呢？光念佛行吗？不行的啊，不行的啊！弘一大师说，你生息够呛啊，恐怕呢啊，不是到动物那儿去，就是鬼，要不就是地狱，很简单啊，说得很清楚，这就是因果，本身就是因果。啊，做什么得什么果，咱们平时天天干的坏事儿啊，身口意都是恶，最后完了找帮人一助念到了西方了啊，不太可能啊。所以这里边第四条就说了啊，依地藏法门所修，最后加念佛啊，和印光大师提倡的原理一样啊。这里边最后一句说啊，修净业者啊，普劝修净业者必须深信因果，常检点平时所作所为之事啊，得检点点啊。我们修净业的人现在特多，没有检点啊，到哪啊声调比谁都高啊，到寺院啊，这个是天王来了啊，比谁都厉害啊，因为啥？我是修净业的，念佛的，得检点点啊，得安静点，老实点啊，有点自尊心啊，然后这里边也得真诚忏悔，努力改过呀啊，你不忏悔业障啊，不深信因果啊，你最后念佛想往生难啊，难。你看这里边讲的啊，然后呢，进而修持五戒之善，以为念佛之助行而作深息之资粮。你看讲的跟咱们这个原理一模一样啊，一模一样。那、啊、咱们就讲以五戒之善为基础，以消除业障为重点，以西方净土为归属啊，一模一样的啊，完全一致。啊，现在咱们念佛人啊，一定要懂啊，深深体察弘一大师的苦心。我们不要啊，一句佛号到底就完事儿了，没那么简单。一定要先深信因果，一定要忏悔业障，一定要修持五戒之善，这些呀、啊、作为助行。啊，这些助行是就是善根福德因缘。具足了啊，资粮具足了，最后一句佛号就往生了啊，光一句佛号是不行的啊，是不行的啊，必须有这些才行。其实这些呢，其实也包含在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了，只不过咱们曲解了啊，曲解了。五人修净业者，倘能于现在环境之苦乐顺逆，一切放下，无所挂碍，依苦境而消除身见，以逆缘而坚固净愿，则成圣善。但如是者，千万人中还有一二。因五人处于凡夫地位啊，虽知随分随力修习净业，而于身心世界犹未能彻底看破呀、啊。依
食住等不能不有所需求，水火刀兵饥馑等天灾人祸亦不能不有所顾虑。倘生活困难，灾患频起，急于修行做大障碍也。今若能归信地藏菩萨者，则无此虑。依地藏经中所载，能令五人衣食分足，疾疫不临，家宅永安，所求随意，寿命增长，虚豪辟除，出神户，离诸灾难等。古德云：生安而后道伦，即是之位。此为普劝修净业者应归信地藏之要旨也。啊，第五条讲的更直截了当了，啊，直截了当了啊，就说咱还学佛啊，你学不起啊，啊，学不起啊，啊，天天家里边吵闹一堆，你还学佛，哪有心思呢？啊，天天家里边五米下吹了，你哪有心思还念佛呢？啊，那儿全家都那个癌症医院等着呢，你还念佛？不可能啊！啊，咱们生病了，躺那儿了，啊，你还念佛？念不起来了，啊，念不起来了。啊，这多了啊，多了。所以说，真正能够说把苦乐放下，真修的啊，把苦乐顺境呢都放下了啊，认为苦也很好。这种人少，太少了啊！就是一万中间，千万人中间啊，还有一二，很少。很少啊，大部分人呢做不到啊。首先要求的什么呢？啊，你先求，咱们得身心得健康点啊，家庭呢你还得安稳点，事业你还得有点，你没有这整天挣不着钱还找工作啊，最后说学佛没心思啊，没心思。所以这一条跟我们现在学的一模一样啊！我们现在通过打气学习啊，让大家按这个方法修行，首先达到的标准就是身心健康、家庭和睦、事业顺利，就是达到这个东西啊！啊，怎么达到的呢？地藏经啊，地藏菩萨可以给我们这个力量啊，可以保证给我们这个东西，可以的。这是我们学地藏法门，而且是敬业学人学地藏法门的必须啊，必须啊，讲的特别透彻啊，透彻啊。以上略述持顺地藏经之旨趣，亦虽未能详尽，亦可窥其梗概。为记净宗道旅广为流布，于地藏经自行持诵共获甚益焉。啊，这个弘一大师没有排斥地藏经啊，没有排斥，而是呢接纳了啊，接纳过了啊，讲了接纳地藏经地藏法门的要素根本啊，讲了五条。现在很多人啊排斥啊，就一句佛号就认为没问题啊。如果没问题当然好啊，如果大家有各种问题业障啊，实实在在遇到问题啊，我们也像弘一大师这样，同样也普劝净宗道侣坚持诵地藏经，这样作为我们修行净土的助行是有把握的。